天的事宜。欢迎大家出席由雪龙状元同众会主催、雪龙状元同众会青年团主办的第一届小学生孝道讲故事比赛。今天很难得，大家都很早起来，但是为了我们未来的主人公啊，都是值得的，你们说对吗？对，好，谢谢。各位，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两位州议员莅临，他们是雪州行政议员 YB 拿督庄导荣中长，以及 YB 庄秀春中长。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两位的 YB， 谢谢。好，既然大家都来到这里了，既来之则安之。好，现在我们就邀请郭德阿朗萨州议员 YB 庄秀春中长来为大家致辞。谢谢今早的事宜，定望中情。尊敬的雪州行政议员兼马华雪州联委会主席拿督导游中长，雪龙庄园同众会永久名誉会长，俊爱的少勇中长，本会的会长志山中长，本会青年团团长建化中青，副理组主席秀义中青，本会的副总务兼品格教育学堂主任新化副教授钟晴，本会的各位理事、评审老师、各位老师以及各位家长、参赛的同学们、报界的朋友，大家早上好。首先，我要感谢雪龙庄园同众会青年团邀请我和大多导游中长一起出席今天的第一届小学生孝道讲故事比赛，同时给我机会与在座的各位交流，希望通过这项交流也能让在座的同学们了解到这项活动的意义，同时也让同学们了解到推动这项活动的主办团体雪龙庄园同众会青年团是八声中乡团体中一个很活跃的团体。各位，孝顺父母天经地义，感恩双亲天公地道，秉持这样的精神，雪龙庄园同众会青年团推动新一代了解孝道及感恩精神的行动是值得我们给予支持及赞扬的，希望有更多的中青会青年团也向雪龙庄园同众会青年团看齐，一起来推动孝道，发扬孝亲敬老运动，百善以孝为先。这句话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常听到，尤其是目前这个商业高度发展、讲究物质享受的社会，要引导年轻一代继续的发挥孝道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我们看到社会越进步，很多年老或体弱多病的父母被他们的孩子遗弃，一些比较幸运的老人家可能会被他们的子女安置在私人的安老院，不幸的可能会被安排在政府的老人院或流落在街头，没有人关怀
或照顾他们。对一个重视孝道、尊老君贤的民族来说，华人族群必须继续的加强灌输年轻一代孝亲敬老的精神。更何况饮水思源、反哺之心是我们东方人优良的传统价值观，这凝聚着我们祖先前人的智慧，闪耀着我们文化的光辉，在历史的长河里不会轻易被淡化或被物质的冲击而被人所遗忘。因此发扬孝道、尊老敬贤的精神及美德，我们要传承下去，成为现代社团工作者的一项使命。我觉得雪隆庄云同中卫青年团已负起了传承这方面的使命，也希望参赛的同学们通过讲题掌握各种孝道的故事后，也把你们的领悟到的孝道精神和理论跟其他的同学们或你们的弟妹们分享。孝道的发扬工作不仅局限在今天的赛场，而是要延伸到各角落去。对于今天参加讲故事比赛的雪州华小共34名的代表，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比赛的得失看得太重，反之把它当作一场友谊赛，大家互相的学习切磋，互相的进步及促进友情，如此今天的比赛会更加的有意义。最后我祝贺今天的雪州华小第一届小学生孝道讲故事比赛顺利举行，并祝各位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心想事成。谢谢。谢谢长，请留步。我们有请本会会长庄市长总长来赠送，我们品德教育学堂的第一本文献《走进自闭症孩子的世界》，以及品德教育学堂课程简介，赠送给谢主总长，谢谢。谢谢两位总长。好，现在我们有请 YB 南都庄导游总长来为大家勉励几句话。尊敬的各大老师及组员、秀春总长、雪隆庄园同中会主席、志山总长、本会永久名誉会长邵荣总长、青年团团长建发总长、总务丁旺总长、副理组主席秀玉宗卿、在座的诸位华小校长、诸位家长、各位评判老师、各位参赛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今天非常荣幸的受邀出席雪隆庄园同中会举办的第一届小学生孝道讲故事比赛，待会儿我们就可听到来自8打0/8声各华小的精英在台上各展才华，讲述精彩的孝道
故事，让大家各有取物，开拓更广阔的视野和积极发扬孝道的传统精神。雪融庄园同中会在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用心是令人记赏的，让我们以一个鼓励的掌声来鼓励雪融庄园同中会，愿他们再接再厉。诸位，在现今这个万象纷纭充满压力的世界里呢，我们更需积极地推崇孝道和献出感恩的心，凸显人间的温情，以及宽慰为父母一生辛苦的辛劳的苦心。世界因为生命的绵绵延续而变得精彩，而父母顺天意是以我们血肉相连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一项神奇而作业的事。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形成是300亿分之1的机会，而出生后需要父母长期的哺育教育苦心栽培，才能具备基本谋生的本领和能力。这其中包含了父母多少的忧伤委屈和心衰的牺牲。对父母孝顺当然是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表现出来的。古人有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轻易毁伤，便是一个例子。意思是说，我们要爱惜身体，不要让父母操心，以此类推，也要爱惜自己的名节，不要让父母蒙羞。小时候同学们最能够做到的让父母宽慰的事，就是努力读书考好成绩，在课业上才艺上有优秀的表现。因此各位同学务须时时努力，天天进步，使父母安心。同时也有一些每一位同学都能做得到的事，好像《弟子规》里面所说的，父母呼应呼耳，父母命行呼乃，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等到年龄稍长，孝顺的方式也必要有所提升。在物质上要让父母无忧，在生活上要让父母安逸，在肉体上要让父母健康，在精神上要让父母欢欣喜乐。在《双纲签表》中，欧阳修曾提到，他的父亲每次有参宴时就伤心流泪，感慨自己年轻时贫穷，无法让父母过着好的生活而内疚不已。他父亲说，昔藏不住而今有余，其何计也？意思是说，以前经常在生活中种种的劝诫而和不住，而现在有剩余的，有多出来的，父母却不在人间的，我那里还来得及奉养他们啊。欧阳修也提到，他父亲在每次摆出丰富的祭品去拜祭他的祖父母时，一定哭着说，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意思是说，拜祭死去的长辈虽然用了很丰富的祭品，还不如当他们还活着的时候给他们微薄的奉养啊。这件事也说明了行孝需马上随时随地的进行，不能拖更不能等待，因为时光不断流逝，生命也随之减短。如果等到最后树一子而风不息，子一养而亲不在，
便会成为终身的遗憾了。其实谈到生活上要让父母安逸，孔子曾说过，诚顺父母之意，而且要和颜悦色，那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啊。孝顺不只是让父母有吃有穿就算了，重要的是要对父母有恭敬有顺从的诚心。如果父母年老力衰体弱多病，更应该加以细心照顾，就医服药，驱寒润暖，让父母身心舒畅，老怀宽慰，这也是为人子应尽的责任。今天我们的生活方式已脱离了农村生活的形态，世界已转型至工商业模式，而且快速地转入了电脑资讯时代，每个人每天都为生活奔忙，跟电脑资讯赛跑竞争。许多年轻的或中年的夫妻为事业打拼，为儿女操劳，忙得精疲力倦，往往忘了或忽略了父母正在日渐衰老，以为老人家还很硬朗，还能照顾自己，而忘了年老的父母在精神生活即心灵生活上的需要。没有经常回家探望老人家，不知年老父母终日饮几涂盼，希望你再回来看他，期待儿女媳妇女婿子孙回家享天伦之乐。因此我想，如果是工作在外，除了要经常与电话与父母沟通外，还得要经常回家探望父母才是。我们东方人特别是中华民族和西方人的生活概念不同，西方人有良好的社会制度，对孤寡的弱势给予特别的福利照顾，当然他们的所得税也抽得特别重，而我们都在指望家人给我们的照顾和支持。因此孝道和感恩的心在东方社会显得特别重要，而且必须加以弘扬和强化，使它自根于每个人的心中，随时孝敬父母行孝道，随时汲取儿时父母的牺牲和付出而献出感恩的心。今天庄严同中会立开先河，举办第一届小学生孝道讲故事比赛，宗旨正确，用心良苦，获得各华小的鼎力支持，派出学生代表参加，借以观摩他人的演讲才华，同时散播出正确的孝道讯息，真是值得大家给予赞赏和表扬的。那刚才我们庄严同中会的永久名誉会长邵荣中长也告诉我，他说我们庄严同中会呢在1997年7月30号成立，那么在过去整十年的时间呢，我们都在做一些，我们常常互相鼓励做一些别的会馆没有做的，我们并不是在一年一次吃吃喝喝，我们也做了许多这个自闭症的认识，我们也办了许多非常有益的终身学习电脑活动，我们今天也办了这个别开生面的孝道比赛。那么中长告诉我，我们的办公室还缺少一些设备，所以今天呢我也要拨出2000元作为添置设备的费用。那么最后呢，我再一次的恭祝大会，那么并宣布第一届小学生孝道讲故事比赛正式开幕，谢谢大家。谢谢蒋龙组长，来爱的肯定，蒋龙组长请留步。接下来我们有请本会永久名誉会长邵中长赠送也是两本
书籍，就是《走进自闭症孩子的世界》，以及品格教育学堂的课程简介与纳入导游总长。谢谢，谢谢两位总长。好，现在我们介绍我们的评判老师。首先我们 有请我们的主评，因为我 PowerPoint 之前先做，我们改了一点点。我们的主评 来自八声光华国中环老师林凤琴老师，有请。先请就坐。接下来大家不要误会这个 PowerPoint， 因为之前先做要临时一些更改。来自马拉公益大学讲师刘凤琴讲师，有请。要算刘湘伦讲师，对不起对不起。我们的评审团都是来自师资辈。然后接下来我们也是本会的代表，就是庄陈明南营养师，他是皮肤分析营养咨询师，也是雪隆专业同中会妇女组总务，品格教育学堂执行理事，曾任青春杂志主编以及偶像杂志执行编辑，都是师资辈，绝对独立。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计时狗狗庄建业，有请。然后我再介绍本次赛会的竞赛主任庄信发副教授，啊，谢谢各位。现在我们以爱的鼓励有请沈心凌处长，他的奖题是鹿奶凤青。大会主席、各位来宾、各位评判老师以及同学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鹿乃凤青。中国周朝时代有一个姓郑的人，大家都叫他郑子。郑子生来就很孝顺父母，只要父母想吃的东西，无论怎样困难，郑子都会想尽办法找来献给父母。他的父母年纪已老迈了，而且患有眼疾病，行动非常不方便。虽然如此，郑子从来不嫌弃，仍然时时刻刻与他们同在，照顾及奉养他们。有一天，他的父母突然想要喝鹿的奶，就对郑子说：“孩儿，爹和娘想要喝鹿的奶，你是否可以找给我们喝呢？”“哦，你们要喝鹿奶，好好，我就去找吧。”郑子说完后心里开始发愁了，他在想：“唉，到哪里去找鹿奶呢？因为人要去取鹿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郑子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一个好办法了。“啊，有了，要是我把自己装得像鹿一样，就可到鹿群里取奶了。”于是他就在街上的兽皮店里买了一件鹿皮披在身上，便独自到深山里去。他慢慢地走进鹿群中，和鹿群们混杂在一起，使鹿群们不会发现到他是一个人。郑子果然成功地从母鹿身上取到鹿奶了，他再慢慢地从鹿群中走回家去。走到半路时，前面来了几个猎人，由于郑子身上还披着鹿皮，猎人们以为他是一只鹿，举枪就要向他射。
郑子见状，立刻脱去鹿皮衣，急忙站起来说：“别杀我，别杀我，我是人不是鹿。”“啊，你怎么打扮成鹿呢？”猎人们问。郑子回答说：“因为父母患了眼疾病，想喝鹿奶，所以才打扮成鹿，困杂在鹿群中取奶的，请你们不要误会。”“哦，原来是这样。”猎人们听了才明白，他是个孝子，为了让父母喝到鹿奶而不惜自己的生命危险，打扮成鹿，困杂在鹿群中取奶。大家都被他的孝心所感动，就把这件事传扬出去，个个都赞扬郑子是个孝子。各位来宾，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父母在世时要好好的孝顺他们，免得树欲静而分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后悔就来不及了。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有请编号二的郭淑金郭同学的讲题是埋在田地里的银子。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要讲的故事题目是埋在田地里的银子。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农夫，他很穷，家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已经18岁了，可是他很懒惰，不肯做工。这一天，农夫得了重病，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便把儿子叫到床前来，对他说：“我的好儿子呀，爹恐怕不行了，希望我死了之后，